您退好了，您慢走。这显示屏上都有。谢谢。欢迎光临。你好，叶总派我把一份很重要的东西交给单总，请问他在哪里？他刚刚去 B 办公区了。哎，叶总是哪位啊？叶总你都不知道啊？小心单总炒你鱿鱼。您出门左拐100米就有地铁口。嗯，是这样。哎，你知道叶总是谁吗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堂堂森威尔集团的总经理竟然也会亲自来检查酒店的冷库，你也太认真了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有话跟你说。可我跟你没话说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你是想把绯闻进行到底，还是又想要什么封口费啊？不要因为你有钱就总是用金钱来衡量别人。我是为关美来的。关美的事我已经给了你们机会了，别的事没什么可谈的。一周后关美渔村会举办第一届旅游文化节，我是来邀请你的。没空。关美渔村第一届旅游文化节是同浩策划的，可惜他没有把事情做完就走了。现在我们想把这件事情完成，一周后会有金牛座流星雨，关美渔村是最佳观赏地，我们已经策划好了活动内容，并且邀请了很多知名的媒体，所以你一定要来好吗？就当是完成同浩的心愿。这不仅仅是一份邀请函，更是我们的诚意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会遵守自己的诺言，把关美客栈打造成独一无二的民宿。好了，别喊了。这个门是采用聚氨酯压力注射机注射发泡成型的，隔音隔热效果都非常好，你就算喊破嗓子外面也听不见。那怎么办呢？你是老板，赶紧叫人来开门呐。没有信号。那开门呐，开门。冷库里面应该有警报装置吧。这里面好像是没有。啊！开门呐，开门！有人吗？我会死在里面的，对不对？请你帮我怎么办？社长怎么办？我不想。我别吵了。不能。你能不能安静一点，让我想想怎么办？Thank you.
你知道什么叫做应变能力吗？这本能反应它就是人通常在紧急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应变动作，不具备任何含义，你别想多了，我只是想让你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我知道，你不用解释，解释不是单俊浩的个性。谁跟你解释？我就是很讨厌你总在我身上搜索同好的眼神。为什么没有人来救我们？孙卫武怎么会有这样的员工？都不知道检查里面有没有人，就把冷库门给锁了。你入库的时候有签入库单吗？如果你没签的话，就不能怪别人，只能怪你自己。自负的老板也要付出代价。你是在教育我吗？我只是不希望孙卫武又多一位被冤走的员工。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是觉得我是个不明是非的老板？我听说森威尔的离职率很高，单俊浩是一个很严苛的老板。我在想，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会犯错误，所以都应该有一次被原谅的机会。就像你，也会因为失误把自己困在这儿，但这并不代表你不是一个好老板啊。我怎么做事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你其实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人。叶千羽真是个扫把星啊，我怎么每次遇见你不是落水就是被困？你忘了还有车祸。你说的对，我们每一次相遇的方式都很特别，是非常特别，要命的那种。我可没说过那种话。看来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说过不要再用这种眼神看我。你是在承认同好存在过吗？不管他是真的存在还是你变的，反正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再去打扰你的生活了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可是，我们现在是合作伙伴，难免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遇见。除非你把冠美客栈还给我。我发现你真的话很多。
还是没信号。难道我们真的要等到明天他们上班吗？你冷不冷？喂，子谦，找到句号了吗？俊浩今天去过的所有地方我都找过了，自从他去了酒店就没有人再见过他。云姨你别急，我正在调酒店监控，一定会找到俊浩的。好。叫什么？嗯，原来你也会像一只青蛙一样跳啊！我还以为单俊浩连骨头都是冰冷的。都快死了，还在这开玩笑？有你垫背，就算死了也不亏啊！奇怪啊，总经理来检查，不是应该前呼后拥的跟着很多人吗？为什么你在这里被困了两个小时都没有人发现你呢？大伟有别的工作要去处理，所以没跟着我。而且我也是临时来这儿的，没有通知酒店。采购部经理以为我走了，他肯定想不到我现在会来冷库查库存。那你为什么来检查？孙文武酒店已经连续亏损三个月了，递交了财务报表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，所以我只能亲自来看看了。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不是你要我说话吗？现在又嫌我问题多了。我之所以来临时检查，就是想来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如果告诉他们，肯定会做虚假的工作报表给我看。事无巨细很累吧？细节决定成败。森卫友集团旗下有很多公司，但有些事情必须要亲力亲为才最高效。那你的工作跟我经营客栈一样，这次的旅游文化节，小到杯垫，大到装修，都是我亲自确认的。所以，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啊！
出去再说吧。好点了吗？等等等等等，对，盖上盖上盖上。哎呀，千羽啊，冻坏了吧？啊，好点了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我成功了，单俊浩收下了我的邀请函。你都冻成这样了，还说这些？要不是我给徐子谦打电话，都不知道你被关在冷库里。你真是个傻瓜呀！你那么拼命干什么呀？没关系的，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，给我一点热量，我就可以满血复活了。听不到，听不到！你又在玩手机，你是不是又在发朋友圈啊？哎，你发朋友圈的时候，能不能帮我顺带也 P 一下？不然我会觉得我们两个人是塑料姐妹情。哎，你把你自己 P 的跟蛇精脸似的，我就是个大饼脸。我不想太辛苦我的手机。凤乔姐，我觉得你更像汉堡。哟，你这怂？什么意思啊？要死了你！啊！快来看，快来看，快来看！哦，什么？我天啊！他还出发微博了，而且评论和转发量都在上百万哎！我这什么微博啊？让我看看。你看，哎，这里说金牛座流星雨在我们观美客栈是最佳观赏点。太初就是厉害，随便一发微博就有这么多人知道我们观美客栈，简直是我们观美的活广告啊。哎，那当然了，太初可是国际知名旅行家，一呼百应，我的眼光从来都没有错。嗯，李音，太初喜欢的是千羽，你就别想着他了，你考虑考虑我吧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太初准备什么？观美渔村因为第一届旅游文化节的关系，一定会有大量的客流，所以我们要做好接待准备工作。能有什么客人啊？我来观美客栈这么多年了，最多的也就接待100多个人，我觉得没有问题的。
喂，你好，冠美客栈欢迎您。啊，预定十二号晚上的吗？请问您需要几间房？十二间房。好的，好的，李先生。十二间房。这么多。喂，你好，冠美客栈欢迎您，预约十二号晚上的。